关于货物贸易零关税，全岛封关以后，除了极少数不能免关税的商品以外，都没有关税。我大致算了一下，进口游艇的税收的成本大概能够降低38%，也就是说，本来1000万进口一条游艇，你需要交380万的税，但是你如果在海南买一条1000万的进口游艇，你不需要交380万的税，你比其他地方买游艇省了380万。